国家的国，只能说方言。国家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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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国。 果果果果，果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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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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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什么呀你混的是请告诉我你听到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听到的他肯定不是这意思对吧他我觉得肯定跟这鹅有点关系、嗯、是吧有吗有有有有骨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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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骨尬骨肚子大肚子大有吗有肚子大的没有接近了接近了肚子大对就这意思了哎三秒过后告诉我最终答案三肚子大肚子大骨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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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答案是你太难为我了真的这实在没法猜投降吧我先说这道题零分零分因为没有一句说出它的真实含义的啊不是我觉得这个关键是问题出在谁那儿我想知道我感觉有可能是不是我这儿因为我感觉可能是不是你让他重新再说一遍你说一遍你说一遍哥哥哥哥有哥哥哥哥国旗其实蛮像我现在、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嘛对不对对贾玲要是不换人吧这道题还能对50%这这全用了都是我的错来两队请到台上来这也太难了啊，这么难啊！放弃吧，快点的！新春传声筒这轮挑战开始了，几个字？八个字。第一个，跳颠冷不是凉，不是不是。第一是冷，第一是冷。第二，第三个字。怎么了，潘老师？你干什么？潘老师，潘老师，没人想看，没有人想看，何必呢？第三个字，第三个字，白衬衣。第四个字是，哎，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个我记性不好。第一个是那个狼，啊，不是狼，不是狼，不是狼。啊，哎呀，我，哇，那啥？好嘞，时间到。第三个字，完了呢，第四个字。那个这样这样，然后冷哎，先七个字啊，七个字啊，七个字，嗯，这叫七个字，宝贝儿，七个字。啊，八个字，不好意思，八个字，冷冷，然后，我这脱不了这个。哦哦哦。对，然后跳，然后就这样了。期待蔡老师的表演，我的。
北的冬天。我喝，哎呀，太客气了，哎呀，我哎呀，哎呀，我挡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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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嘛？没事儿，您就演吧。我八个字，八个字，好啊。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啊。我不知道在干嘛。哎，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哎，来。会了吧，会了吧，就这个，好嘞，来，几个字儿？八个字，八个字儿，来，滕队长，你先演一遍，你先演一遍，你看到了什么先演一下，这是啊，然后，完第三个字儿，这个兔，动动如脱兔，对，八个字儿，动的反义词是静，静如静如兔死是吧？兔。畜长的孩子，畜长的孩子，静如厨子，动如脱兔，静如厨子。潘老师演那个脱兔其实特别形象，对，这个脱字演得非常非常妙。第三个字啊，第三个字，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脱那个脱了，那兔子我是这么给他演的。你可以演那个静如脱了小兔子呀、啊？对呀、啊。为什么不一定要脱呢？大长，我问你，你刚才趴下什么意思？处子，就是感觉特别老实。潘老师，静如处子，处子应该就是这样。厨子，你说是厨子？静如厨子。行嘞，根据您的饭量，真的就这意思也到这儿了，了不起啊！对。那我也比你那模特儿。我会。我们这次是丹丹姐这一队的果丹皮们。果丹皮，哎呦！好了，这一题，我个人觉得好难记呀、啊。来看一下片段。哦。哎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全是大腕儿吧？也就那么回事儿，也就是。阿敏、阿宇、阿英，阿东、阿欢、阿庆，说相声的阿坤、阿巩、阿猴，啊不是阿文，演小品的阿红、阿山、阿丹，说大鼓的啊，腕儿最大的就是你妈了，非常简单，可以了吗？可以，来传递开始。俩人，第一个人问：“妈，今儿演出都谁去啊？全是大腕儿吧？”接下来注意啊，小左。也就那么回事吧，也就是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阿庆，说相声的阿坤、阿巩、阿猴，不是阿文。演小品的阿红、阿山、阿丹，说大鼓的腕儿最大的就是你妈了。再说一遍啊，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啊？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啊？全是大腕儿吧？全是大腕儿吧？也就是阿敏、阿玉、阿英、阿东、阿欢。说大鼓的腕儿最大的就是你骂我了。好，继续传递。对，两个人啊，孩子问妈：“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全都是大腕儿吧？”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全都是大腕儿吧？演小品的